微调了两个厘米。嗯。你这微调了，那你上面的距离不也动了吗？上面不动。上面不动了。就是动这个。对，上面是死的。上面就是刀固定了之后，才来移这个。移好了之后，料穿过去，一走出来，刚刚这里边的就有十公。对。就这样。那你这个位置动了它？没关系。哦，多了。你说上面不动，把下面剪不就行了吗？是不是？对的。多了还少了？好了，要回来。那你就是上面的位置已经固定死了，然后你把下面的剪去一公分就好了嘛？对。对，对，直接算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Thank you.